也不错。金雕、红隼、猎隼、大狂、网纹蟒，这些珍贵濒危动物，很多人都没见到过，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然而，一群分布在全国10个省的80、90后年轻人，却通过网络售卖了26只此类珍稀动物。2016年10月10日，一起全国最大的系列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在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开庭。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徐州市鱼龙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爱民、李楠、王杰、田锦涉嫌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案虽在徐州市审理，15名被告人却无一是徐州市人，涉案人员中有医生、私营业主、打工者、无业人员，还有在校大学生。被告人张爱民，你是何时开始接触这个野生动物的？2015年。你在接触野生动物的时候，是否知道涉案的金雕等野生动物为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知道。该案曾于2016年1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徐州警方历时100天持续作战，在各地公安机关配合下，共抓捕犯罪嫌疑人25名，检察机关首批起诉的15名被告人被当庭判处刑罚。提起鹰击长空这个词，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雄鹰在空中展翅翱翔的姿态，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这种动物吗？鹰科的成员非常复杂，我们所熟悉的猛禽有鹰、雕、鹞、狂、兀鹫等等，这些都是鹰科动物。对于鹰，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十分的了解，然而却有这样一些人，不仅把鹰玩于股掌之中，还自称是在传承一种文化。这些人因为这样的爱好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有的人甚至受到了法律的审判。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长途客车查出神秘物，暗度陈仓，鸽子变金雕。这是我找他帮忙，让他帮我发这个货。互联网上频现鹰猎群，文化交流暗藏黑交易。建立典韦国家予以保护动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射雕非英雄，一线正在播出。江苏省徐州市位于苏鲁豫皖4省结合部，三铺公安检查站位于京海高速公路和连霍高速公路的交叉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2015年10月19日，徐州市交巡警支队民警在三铺检查站对来往车辆例行检查。一辆陕西西安开往江苏昆山的长途客车引起了民警张鹏的注意。在检查客车行李车厢时，张鹏发现了一件特殊的行李。在最里面一个很隐蔽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泡沫箱子，箱子里面还有一层牛皮纸箱子，然后我们抱起来非常轻，然后但是里面有声音。张鹏注意到这个箱子上面有一张手写的托运单，上面标注着鸽子字样。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赫然是一只体型硕大的猛禽。就发现里面有一只长像雕一样的东西。三铺检查站以往也曾查获不少非法运输猫头鹰、青蛙等野生动物的案件，这只大鸟应该也是一只野生动物，而运输野生动物需要林业部门批准。转运、运输，或者说你想收养，这要办相关的证。
经过现场询问，民警没有找到这个箱子的主人。据客车司机说，有人托运了货物，却没有登车随行。它上面写的是，从哪儿发到到哪儿去，有联系人的电话，但是车上没有这个，是货主。为不影响客车上其他乘客，三铺检查站依法办理了暂扣手续，采集了客车的相关信息后，将车辆放行。随后，交警部门将暂扣的这只猛禽移交给了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把照片送到国家林业局森林鉴定中心，那边经过鉴定之后，结论是金雕。鉴定结论是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濒临野生保护动物。这个呢是按照我们规定，那是构追究刑事责任的。到底是谁在运送这只金雕？谁又是收货人呢？铜山区公安局十分重视这一线索，成立专案组，务求抓获上下线，打击此类犯罪。警方获得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张托运单，虽然货主没有在车上，托运单上却有收货人的联系方式。金雕被查到之后呢，上下线的这个两个犯罪嫌疑人啊都惊了，都知道了。可能收货人预感到有了麻烦，留在货运单上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警方通过调查得知，收货人叫张爱民，河南省周口市人，在江苏省昆山市打工。张爱民呢，当时是暂住在苏州昆山张浦镇，他当时是在一家电子厂进行打工。专案组侦查员立即赶往昆山市。张浦镇位于城乡结合部，侦查员找到了张爱民租住地点。5点多钟的时候，张爱民骑着电动车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当时他天有点冷嘛，他们戴个帽子，好像感觉是他，我们就问他是不是张爱民，啊，他点点头。我再问一遍，张爱民。侦查员依法对张爱民的家里进行了搜查，在张爱民的家里竟然还有一只猛禽。因为前期我们查获的一只金雕呢，我们已经立案了，这一只呢给我们那上次那只一模一样。张爱民租住的房间很小，屋子里一片狼藉，但是他留给这只猛禽的面积竟然比自己住的还大。味道很重，我们进我们没法进，味道太重，遍地都是粪便。我也不知道我老公怎么想这东西，每次我俩因为这吵好多架。还正听正听不上把养的这些东西玩，养的东西玩。我就是一个爱好。我老公这样子，我怎么坐下？犯法的。他说他说养这些东西犯法，我们能营养吗？我根本不想养这些东西，天天这吵架。肉他都不舍得买，但是每天要有金雕弄点肉，他不吃给金雕吃。在张爱民的卧室里，侦查员还发现了一条蟒蛇。这个蟒蛇我只有在电视上才能见到，也很大，在一个笼子里面放着。我老公喜欢这样东西，我就养着呗。那谁弄好养了我？那是那张呢，天天往那里面一卧也不动。侦查员押解着犯罪嫌疑人张爱民，连同查获的猛禽、蟒蛇一并带回了徐州市。经过相关部门鉴定，这只猛禽正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雕，而这条蟒蛇的名称叫网纹蟒，是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的野生动物，目前也已濒临灭绝。据张爱民交代，他从一个叫李楠的甘肃人手里购买了家里的这只金雕。徐州警方在客车上查获的另一只金雕也是他从李楠那里购买的。他说买的托运来的，才运才来几天。他就是在网上，他们就有专门的一个QQ 微信的一个交流群，交流群呢
就在教学群里面都是这些买卖野生动物的信息。张爱民从李楠处购买了两只金雕，但是他却从没有和李楠见过面，只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网友。侦查员在他的手机里有了重大发现。我们在他的手机里面发现了他的微信和 QQ 里面都有很多鹰隼的一个交流买卖群。他在以往的交易过程当中，不只是这两只金雕和一只网纹蟒的事情了。发现在这个手机里面存在34个群，这类群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金雕、鹰隼等野生动物进行交流的一个交流群，都是在聊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买卖，或者说怎样去饲养，怎样去把玩。在这些野生动物交流群中，张爱民正是苏州鹰隼交流群的群主。主要就是驯鹰的这种技术呀、啊，动物这种救助啊，还有一些群里的基本上有一大部分哈、啊，就都是喜欢这个爱好这种动物的。走。鹰隼，出售雕，啊，斯加泰迪，牛，豹猫，松鼠，老鹰。狮猴、猕猴，要的请联系我，在群里面发布出售的信息。在这些鹰猎群里，会员少则几十人，多则近千人。他们聊天的内容不仅仅是张爱民所说的救助野生动物，还不断出现驯养及贩卖野生动物的信息。侦查员预感到，这些群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野生动物交易网络。发现是以张爱民为核心，他在整个犯罪行为当中既是一个核心也是一个中间商，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小杰，有什么事儿帮我转货可以吗？小杰回答，甘肃，我在甘肃买一个金雕，他发不到昆山，只能发到西安。经过调查，张爱民从李楠处购买了金雕之后，委托一个叫王杰的人把金雕送上了开往昆山的长途客车。就是这次我找他帮忙，那就我让他帮我发这个货。王杰，陕西省西安市人。警方发现王杰同时是几个鹰猎群里的会员，而且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就在张爱民落网后不久，王杰被徐州警方抓获。也是张爱民找到我，知道我喜欢那个动物，然后就找我帮忙运输，也就答应了。对我来说，举手之劳吧。他不回避，就是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就喜欢这个动物，我从小就喜欢。王杰从小的愿望是当一个动物园园长。在王杰和网友聊天的过程中，他发出了这样几张照片。照片上这个相貌清秀的女孩子就是王杰，她单臂拖着一只金雕，竟然是毫无惧色。那么王杰在这条贩售野生保护动物的链条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张爱民和李楠的交易中，因为不能把金雕从甘肃直接运送到江苏的昆山，需要在西安进行中转，王杰便充当了这样一个中间环节，帮助他们完成了这次交易。张爱民这次本来是购买了两只金雕，委托王杰转运，但是徐州警方只查获了一只金雕，另外一只去了哪里呢？女学生牵线搭桥，买卖金雕牟利。公安部督办大案，斩断黑色链条。射雕非英雄，一线正在播出。得知女儿因为转运野生动物被警方带走，王杰的父亲感到非常意外。我有点想着可能应该不会太严重吧，想着就一只鸟嘛。据王杰的父亲说，
女儿是一个野生动物爱好者，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还能把各种动物的名称、生活习性讲得头头是道。从小就是猫啊、狗啊、小鸡啥都喜欢。小的时候回农村，一回就不在家待啊，邻居的那个小鸡啊抓回来给脚上套的袜子啥，喜欢，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王杰的父亲没有想到，从小喜欢小动物的女儿会接触到真正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在接到张爱民的求助后，王杰答应下来，并联络了同样是野生动物爱好者的网友王志。王杰一直喊王志叫师傅，平时也喊他叫南哥。忙啥去了？怎么不接电话呢？你再不回消息，我哥又上课了。给我打电话，哥有时间吗？我说咋了？帮我去接个鸟。我行，我就想接个鸟就接个鸟，我就去了。王志在西安市经营一家火锅店，得到王杰的邀约后，他陪同王杰一起接到了李楠运来的两只金雕。开箱子我一看，哟，这是一个这个雕啊，我这不行啊，我这东西太危险了，妹妹咱们不行，这东西你不要摸，这东西太危险。我就算是那种最低级的新手，他就算是大神了，他养鹰养得很好。王杰和王志都知道金雕是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但是抱着侥幸心理，他们还是帮了张爱民这个忙。他们不仅运走了一只金雕，王杰还花了3500元钱把另外一只留了下来。当天晚上还自己到楼下给金雕买了10几串羊肉串喂给这个金雕吃。他认为他可以驯服这些野生动物，驯服金雕。然而王杰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他非常喜欢这只金雕，却实在没有时间驯养它。他说不行咱给卖了吧。我行，正好我一个朋友想要这东西，我行就给我朋友了。当年小母还没有放过毛，看一下尾巴。王杰把玩了几天金雕，又放在王志家里养了一周，他们终于遇到了一个买主。QQ 群，都是喜欢鹰猎文化这些的很多，包括认识到最后交易或者是买卖，这些所有都是在这些群上。我们一开始可能纯粹的是在玩，他后来又发现这里面还有商机的话，他的角色又开始转变了，从一个纯粹的把玩喜欢的人，变成了一个以贩养玩的人。我中间没有余力，因为这个雕在我这儿养了将近一周，每天呢就说是它的生活标准，我给它定的生活标准是135块钱。这只金雕最终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四川人孔某。在这次交易中，王志扣除了800元饲养费用，王杰获利1700元。警方顺线追踪，在甘肃省兰州市抓获了张爱民的上线李楠。李楠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他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养鹰。李楠曾因为非法收购野生动物被判刑，这次涉案属于累犯。我知道他们能抓到鹰的时候，我从他们手里先就能买到。明知野生动物不能私自购买，仍然进行购买而进行出售，他是彻彻底底的二手贩卖人员，从中谋取利润。李楠和非法猎捕人员常有来往，他每次买到鹰之后，总是挑出最好的自己驯养把玩，其他的就转卖牟利。把捕猎能力最强的，然后最好看的，最易于驯养的，他的脾气各方面的，因为他也有皮相，留下，然后把剩余的就跟我们鹰猎群里的人，就像张爱民还有王杰，给他们就出手了，他们就养。李楠到案之后，三铺检查站查获金雕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清楚了，然而徐州警方却并没有就此罢手，
而是继续扩大线索，补充警力，撒开了一张大网。人员对象都是虚拟的，这个分布的地域都是广泛的，这是我们通过这个网上这么侦查说了以后呢，涉及到全省十几个省市。我们没有局限于张爱民犯罪链条进行收网，也是为了查获更多的野生动物。我们把这个案子尽量向外延扩散，尽量打到源头。专案组意识到，这些与鹰隼相关的经验交流 QQ 群、微信群、贴吧等，充斥着大量猎捕、收购、出售、运输国家级保护动物的信息。发布信息的网民，有些声称想要购买用于观赏把玩，有些声称能捕猎到动物，有些负责运输，形成了一条针对野生保护动物的黑链条。不扯断这样的黑链条，野生保护动物的交易将无法真正遏制。案情重大，专案组将情况逐级上报，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此案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可能这一个嫌疑人手里面就十几个这样的群，那一下就是上万的人，而且通过打源头，那么打掉这么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辐射一片人。第一是猎捕人员，第二是二手贩卖人员，第三是中转地区玩家，第四是一般玩家，一共是分成这四类人员。从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在100天的时间内，专案民警持续作战，接连奔赴全国10省、23个地级市，在各地公安机关配合下，抓捕犯罪嫌疑人25名，缴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1只、二级保护动物15只，打断了这一黑色交易链条。首批1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起诉。他不是说什么哈、杀人越货呀什么呀，像这个养鸟，他从中国古代就有这个驯鹰的，我们就是驯鹰的嘛。就是驯养的乐趣，特别是这种桀骜不驯的一个猛禽，然后能在你手里面听你话，跟你一块去捕猎，这种乐趣是非常大的。可能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这在虚拟的世界里我们都不了解，也没有去关注，大家共同关注的就这么一个焦点，那就是鹰猎。从这些五花八门的鹰猎群可以看出，喜欢鹰猎的人还真不少，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推崇着一种鹰猎文化。而法庭上的这些被告人，他们大多数都知道鹰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捕猎买卖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他们为了这种所谓的爱好，心存侥幸，不惜以身试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推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费精力，耗金钱，爱好者驯养金雕显荣耀，破线索，打源头，被告人法庭受审终获刑。射雕非英雄，一线正在播出。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详细阐述了15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作案经过，并对案件性质进行了认定。被告人张爱民，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的事实和定性有没有异议？没有。是否自愿认罪？是。被告人李楠有没有异议？没有。是否自愿认罪？是。被告人黄达林有没有异议？没有。是否自愿认罪？是。被告人高江涛有没有异议？我对第9起有异议。是否自愿认罪？认罪。15名被告人均向法庭表示认罪，除被告人高江涛外，其他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均没有异议。
和以杀害和吃掉野生保护动物为目的的案件不同，本案中的被告人大多是把玩野生动物的爱好者，以训练它为成为一只猎鹰，去抓兔子、抓野鸡，这之类的去，就是以这个为目的，就是太喜欢这个中国的传统的那个鹰猎文化了。驯养一只鹰科猛禽并不容易，仅仅是日常饲养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很高。每天是2斤的牛肉，牛肉是在我们那是30-35，不能给它吃肥肉，必须得吃瘦肉。然后再一个到4-5天就得喂一次活食，就买个兔子或者买个野鸡这一类的，保持它的野性。有人算过，找这东西你从它的繁殖期咬到下次的迁徙的时间，可能得吃掉一头牛。鹰的食量大，力气也大，体格较大的金雕不仅能够抓到野兔、山鸡，甚至能够抓到野狼。而要训练出一只听话的鹰，则需要养鹰人更多的付出，这就是熬鹰。你因为你要通宵达旦的去熬它，就陪伴它，它陪着你，你陪着它，都是整夜整夜的。拥有一只金雕不是说你多少钱多少财富，而是就是我们玩鹰人的一个荣耀吧，这样子。据鹰猎爱好者说，每年的鹰猎时间是从9-10月份开始，持续到次年的2-3月份。在我们来说，鹰就是春抓，秋抓春放，就是秋天抓来，春天要放掉，要不然每个人都抓不放的话，这世界上就没有鹰了。春节前就到了放鹰的季节，放鹰的目的是让鹰去繁衍后代。然而，这些鹰猎爱好者很少愿意放飞自己的鹰，而是以此玩乐，甚至转卖牟利。我也想收到一只自己心爱的鹰以后，一直把它养下去。就跟养鱼的也是一样，我养这个鱼，哎，我看这个缸小了，沉不下这么，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鱼，我然后我把这个鱼出售了，或者我把鱼给送给别人了。在这起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庭充分做到尊重和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无论在庭前会议、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还在合议庭合议评议案件时呢，我们都注意充分保护了被告人的权利，同时呢，还邀请了专家鉴定人出庭作证。为了保证证据的可靠性，法庭邀请了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教授侯森林作为专家鉴定人出庭作证。首先核对鉴定人的身份、鉴定人的姓名。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应保证向法庭如实说明鉴定意见，如有意做虚假解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鉴定人是否明白？明白。请鉴定人签署保证书。公诉人下面先向您出示一组本案涉案的野生动物照片，请您对照片上的野生动物的种类进行一下辨认。该只野生动物属于哪类野生动物？这应该是金雕。下面这张，这应该也是金雕。法庭上，公诉人相继出示了本案中缴获的野生保护动物图片，请鉴定人一一鉴定。这个是猕猴。鉴定人，上述你所辨认的野生动物是不是国家所规定的这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金雕呢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面的几种呢都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个网纹蟒呢是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当中的物种，就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文件规定，等同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
可能呢就是由于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比如说这个过度的开采呀，过度的砍伐呀，这个环境的破坏最终呢导致了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缩小，那么这就是它灭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再加上这个人为的猎杀，可能又加速了它这个灭绝的进程。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当中有明文的规定的，比如说像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到国家林业局去办证的，养这个二级的需要在这个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办证的。庭审中，多名辩护人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表示认可，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过审理后，法庭认为15名被告人违反了国家对珍贵野生动物的保护法规，明知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仍分别予以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其中张爱民、李楠达到情节特别严重，15名被告人依法应予刑事处罚。下面宣判，请全体起立。判决如下：被告人张爱民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高江涛等5人分别因犯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王某等7人分别因犯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利用互联网的收购和运输，那它的影响、它的覆盖面，就是整个全国，把全国当作一个统一市场了。这个与传统我们在一个单纯的某一个地方的市场去购买、去出售，它的危害要大得多。所以本案的判决，它是分别量刑，有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10年以上；有的是属于情节严重，是5年到10年；也有的属于一般情节，是5年以下，还有判缓刑的。所以总的来讲，这个案件的量刑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判决过后，15名被告人均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初衷是好的，但是慢慢的就这条路就走歪了，挺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鸟儿。跟那个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多呀，现在少了。你把它抓来了，它就会影响到繁殖了，影响繁殖了，你的动物呢就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可能我危害的是整个生态，这个生物链，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人自己失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就是母亲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也很痛苦，非常痛苦。我觉得当你在蓝天中看到他的时候，才是最美的，不是在你手里举的时候是美的。这起全国最大的系列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尘埃落定。那么那些鹰猎群里的众多成员是不是也该警醒？我们国家对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实行驯养繁殖许可证制度，凡是要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要经过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和批准。仅仅以爱好为由，心存侥幸，自行买卖驯养野生保护动物，认为只要不杀害就不构成犯罪的鹰猎爱好者们，应该及时收手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